好期待嘅，即係我諗，因為我等咗咁耐先有心心啦。一抬佢嘅時候都會好緊張，過咗之後生咗出嚟又好緊張啦。望住佢，我都每一日我都好感恩，因為我好難先有到呢個 B B， 所以到而家可能琴晚我去瞓覺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唉，有你真係好咯，好多謝你嚟咗。嗰個故事俾我聽，佢話係啊，你等咗好耐，因為我喺天上邊啊嘛。我在雲上面，咁咧，Jesus 就俾我揀邊個，咁我揀過㗎，呢個又唔好，嗰個又唔好，依個好啦，跟住之後爸爸又揀過㗎，跟住我先至落嚟㗎，嗰陣佢有流眼淚，原來你等佢係啊，因為等咁多年，我要揀咯，依個又唔得，嗰個又唔得，我點解你覺得我好啊？你點知係我啊？你唱緊歌啊嗰時，你粉紅色頭髮㗎嘛？我不知道怎樣砌出來，總之他就這樣，你有試過粉紅色頭髮？是啊，所以到現在都是 很震驚，他每一次說這件事我都覺得很震驚，但總之我說你選對了，希望你選對了媽咪，即是有時候他一生氣的時候或者怎樣令到很激心的時候，我都會立刻想回是我很想你來這個世界。我經常跟他說你氣了呢，媽咪呢是會生氣，但媽咪都一樣那麼愛你咯。我的歌呢有几首他会哼的，爱是不保留，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放山，你只猜猜开你全全放山你那样，他经常说、哦、你又唱这首，是那不是哪首呢？我只是告诉妈咪的职业是唱歌，妈咪有时不行就是去教唱歌，妈咪又要照顾慈善基金的事情，我有时因为妈咪拿了你的时间陪你的时间去帮其他人，即会告诉她我做了些什么咯。我自己有一个叫贤能生命慈善基金的，我们帮一些低收入家庭、基层家庭，他们里面有小朋友有一些情绪抑郁、啊、或者自闭症、啊、过度活跃症、啊、学习迟缓等等，我们就给他有免费的音乐治疗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們就推動呢個兒童的感恩文化，因為當我們去治療小朋友的時候，我發覺、啊、原來很多東西都是由小時候有一些的根種在這裡，令到他長大會有一些不同的問題出現，所以小時候有一個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。那就給我一個 idea 呢，就找了嘉芙姐姐，因為她就是做開兒歌的，那我就跟她合作呢做了這一張兒歌的專輯，有六隻歌，咁咧有一隻係我有份唱嘅《願你感恩》，咁其他幾隻咧就係、是、有啲小朋友一齊合唱啦。咁我哋就會做一個籌款啦，喺感恩節，因為呢一樣嘢為感恩節推出，好榮幸咁樣可以邀請到咧我嘅偶像 My Melody 咧，就佢就同我哋 crossover， 幫我哋賢能生命慈善基金咧做咗一個親子袋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媽媽啦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女女啦，咁樣一 set。咁就三樣嘢咧，我哋做一個籌款嘅，咁希望咧籌到嘅善款咧就係幫助呢啲低收入家庭，佢哋有唔同嘅情緒嘅問題。因為呢一張專輯咧，我哋會邀請咗咧楊明心小朋友啦，即係我個女咧，去做一個兒歌嘅音樂會，咁就一個 live 嘅。咁到時我哋就會話俾大家聽啊，用咩途徑啦？可能你可以留言啦，或者 WhatsApp 一個電話，咁就可以咧，我哋就會送去你嗰度啦。